第一题，佳明不想去图书馆，因为他着急着准备期中考试。大海建议佳明用搜寻引擎就好，不用去图书馆找资料，对吗？佳明想去学校的电脑教室。因为那里的电脑装了防毒软体，不容易中毒，是吗？大海不相信防毒软体可以把病毒都清干净，是吗？佳明觉得一家软体公司不知道自己卖的光碟里有病毒是很正常的事，对吗？大海很会用关键字找资料，比佳明厉害多了，是吗？七题，离峰时间上网，网路常常会塞车，对吗？佳明以前就知道上午上网连线的速度会比较慢，是吗？